的小毛驴，小毛驴有个倔脾气，倔脾气，叫他往东不往东，叫他朝南他偏向西，叫他朝南他偏，他偏，他偏向西，哈哈，他偏向西。不怪怪不怪，你说气不气，气不气，别看我的毛驴倔，我和他倒挺对脾气，我和他倒挺对脾气，倒挺对脾气，嘿嘿，倒挺对脾气。他的主人是谁？是我。啦啦啦啦啦啦啊！那是二零二的，那是二零二的，那是二零二的。喷嚏啊喷嚏，那是二零啊喷嚏。这穷鬼账也不还，姨母老爹你好啊。啊，亲爱的阿凡提，好几天不见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到真主那儿去找正义，他说正义都叫你们穷小子拿去了，我这儿没正义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啊亲爱的，你到真主那儿白跑一趟。来，坐下歇一会儿啊。谢谢。尊敬的阿凡提，昨天晚上我一不小心把只老鼠吞到肚子里去了。您看怎么办呢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！亲爱的，不要急，你再把一只猫吞到肚子里去，哎，不就得了？你说呢？尤师傅，还我十块钱。嗯，满意了，还我一担包谷。阿布杜，200块，苏雷曼50块，麦麦提30块，还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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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一到赶集的日子，他就来逼债。
这些混账家伙都想赖我的账，我叫官府统统把你们抓起来。嗯，啊，阿凡提，你胆敢不去礼拜，真主要惩罚你了。啊，不会的，我刚从真主那儿来，他正忙着替你们有钱人造天堂，眼下还顾不上算计我呢。真该死，我看你多半跟魔鬼打交道吧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请问魔鬼倒是啥模样啊？魔鬼啊？哦，敬爱的八一老爷，您的福分大，只要瞧一瞧这里边，您就知道魔鬼是啥模样了。这家伙才是真正的魔鬼。他呀，右眼看着你的钱包，左眼盯着你的口袋。我们穷人的东西他全要。嗯，不不不，有一样东西他不要。啊？什么不要？脸。脸？对对，脸不要，不要脸。你还想借钱？上次你借我一个鸡蛋，账还没还呢。好吧，马马虎虎，算你一二三四五十块钱吧。啊？什么？一个鸡蛋要抵十头羊的价钱？嫌贵？嘿，哎，可见好人做不得。你自个儿算算，我那个鸡蛋要不是给你们吃了，这阵子早就变成一只鸡了，鸡又可以生蛋，十个蛋又可以变成十只鸡，十只鸡又下蛋，一百个蛋变成一百只鸡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鸡，哎呦，我的鸡！你砸破了我的锅，嗯，你得赔我一百块，嗯，不，二百，不，赔我350块。天哪，一百口铁锅也不值这么多钱。哎呀，你要知道，这是一口母锅，它一窝能生十口小锅，要不是叫你们把它砸碎，不。要不是叫你们把他弄死了，让他传种接代下去，别说一百口，还会生一千口、一万口呢。天哪，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你们都想赖我的账，我要告到官里去，我要告到官里去。八义在嚷什么呀？钱迷心窍，疯了！该死的穷鬼，想算计我？没那么容易。好香的鸡呀！原来是阿凡提，怎么，你也闻到鸡的香味了？别说我了，就连真主，也闻到了。闻到了，那就付钱吧。
哎，怎么没吃也付钱呐？对极了，亲爱的阿凡提，香味儿是鸡的一部分，当然要付钱。好极了，听见了吧？哎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 钱的声音是钱的一部分，你既然听见了，当然就算付过了。这家伙怎么一下子变阔气了？难道是偷的？要么是抢的？ 好兄弟，请你回来一下。八一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看你打扮的多神气，别是发了财了吧？对，发了，不大，能买2峰骆驼。2峰骆驼算啥？瞧着吧。 再过2天啊，我就骆驼成群，金银满库了。骆驼成群，金银满库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好兄弟，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发的财？这可不能说。做买卖？啊，那能赚几个钱啊？ 啊，那准是骗来的。哼，当官的才骗钱呢。哼哼，要么放高利贷。你才干这种缺德事儿呢。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哦，哎呦，我的珍珠！啊啊啊啊！别叫了，咱们家。 今天的收成不错呀，收成。可惜只剩下这一只空箱子。珍珠保佑！算了，反正装不下了，等明天买了箱子再说吧。奇怪，他这钱到底是哪儿？ 最沉，就搬这只，快！ 好，就在这儿分吧。嗯，阿凡提可是个好人呐。 我可不忍心偷他的钱呢。哎，反正他钱来的容易，听说他有法术。别唠叨了，快点分吧。对。
快分吧，我的斧子快，把箱子劈开，我劲儿大，我来劈，啊！别劈，别劈，箱子没锁，魔鬼，魔鬼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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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魔鬼！哎呀，哎呀，今天的收成不错呀，听说他有法术。法术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100块，200块，300块，400块，500块，600块，哈哈，一共是3505块，嘿嘿！天哪，这么多钱！喵！哼，该死的温猫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明天钱就没处放了，干脆把这棵树锯了做箱子。嗯。别锯，别锯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原来是八义老爷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打天上来呀？你到底不愧是阿凡提，聪明透顶。我是刚从真主那儿来，他告诉我好多天机。别装蒜，你刚才躲在树上听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听见。我刚上树，你就出来了。啊，我还当你真的从真主那儿来呢。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上我的树干什么？我有个梦游的毛病，不知怎么一来我就跑到你的树上去了。哼。这个穷光蛋到底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钱呢？感谢真主，明天晚上就可以收了。5块银元，明天晚上就可以收了。难道这是真的？还是？一共是45块，这下你的收成全有了啊！明天天黑以前一定要把它埋好。10块，20块。10块，40块，50块。亲爱的阿凡提，收成不错呀。不是收成。别瞒我了，种1块收10块，对不？小声点儿。金子一定也能种了。这个。我要去告诉阿訇，
说你背叛教规，装神弄鬼。别，金子能种，能种。你先替我种一锭金子，明天给我十锭。就种一锭，太少了吧？不，你先种一锭，试试。八亿，八亿，八亿。种一锭，收十锭，没错吧？没错，没错。亲爱的阿凡提，你听我说，你会种金子，我呢有很多很多的金子做种子，我们俩合伙干，收获的时候来个二八开。啊？什么？不，我不干。三七开。别急，别急，哎呀，四六开。对半分。好吧，就一人一半儿。亲爱的阿凡提，你该不会是骗我吧？再见吧。阿凡提，我们好好商量，好好商量啊。翻沙子，种金子，种金子，翻沙子，沙子一屋子，金子一袋子，密码。明天半夜我再念一遍咒语，就可以收了。是，全靠你了。金子，不，金子与沙子，不，屋子，屋子与沙子，不，沙子与屋子，金子。种下1000两金子，明天就是10000两，后天10万两，大后天100万两，再后天1000万两，我要变成天下最大的富翁了。我和小毛驴，小毛驴，偷情又何意，又何意？我骑他到处关闲事，他驮我转热土皇帝，他驮我转热土皇帝，转热土皇帝，吼吼，转热土皇帝。
萨拉姆，把你的衣服全卖给我吧。哎，把帽子全卖给我。哥们儿，别发愣了，这都是八义从大伙头上刮去的不义之财，拿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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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普天下的财宝都是我的了。阿凡提那穷小子居然想跟我对半分，做梦！我早点去把金子收回来。慢着，好冒失，咒语还没念呢。哦，沙子一金子，屋子一袋子。不，屋子一金子，袋子一沙子。啊不，啊对，沙子一袋子，金子一屋子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尊敬的八义老爷，您来收金子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啊？这我是阿凡提，这事情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啊。啊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你把金子弄哪儿去了？我正要问你呢。啊，你想独吞呐？啊，我独吞都怪你的咒语不灵。咒语不灵？哼，哎，你是怎么念的啊？我怎么念的？哎，我还不是照你那样念的。不对，你再念念。你念就念。沙子一袋子，金子一屋子。哎呀，天哪！你不等我，偏偏自己来念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全念错了。哎呦，这下我那一半金子也全完了。啊。那就求你再念一遍对的吧。啊。还念个屁！咒语不是开玩笑。你一念错，真主就发了火，把金子全收走了。